Hello， 各位好，又翻到嚟 Pokemon 嘅究竟老母石五啊！上次讲到咧，就应该系俾人攞走咗粒陨石碎片，系啦。然之后咧，大五咧就叫我哋咧去到帮手揾翻翻嚟嘅，系啦。OK， 咁依家咧就嚟到流星洞穴啦，就可以咧就揾下嗰个人去咗边度啦。阿希加娜，冇记错个名嘅话。先，佢嗰度有个洞穴仔，咁点样入去？系咪呢度我都唔知喎。我印象中记得好似喺呢度啊。哦，龙士者训练嘅地方，龙士者咬，唔记得带咗象征鸟，象征鸟仲喺度。OK， 有乜嘢喺度？化石飞龙嘅 mega 石。咦？咁样入去嘅呢个系？呢度系捉宝宝贝龙嘅地方啦。诶，广域破坏，危险嘅究极之洞啊！入面系呢度冇嘢，无端有条龙伸出嚟嘅又。嗯？哦，就系呢度啊嘛？流星瀑布，唔知系咪呢度咧？岩石爆击，诶喺呢度啦，哇！点解大吴抽搐得咁紧要嘅？睇嚟好激烈啊！咁啊，见到啊大吴同埋阿米可利系嘛叫做，定系嗰个阿咩唔记得咗？阿嫲呢一个古代眷族咧就交俾我咯，一定会完成咧呢一个传承者嘅使命，龙之传承者，美纳斯大龙犬班吉拉，诶巨金怪，你嚟咗啦！呢度潜伏咗咁多火岩队嘅。大吴咧紧急联络咗你啦，同你哋一起咧对抗呢个火岩队嘅。冇错，上次我哋揾呢个碎片就发现到流星神庙有个圈蛙有骚动啊，估唔到咧呢个火岩队竟然真系喺呢度。呢架仔前面就喺呢度交俾我哋啦。但系你呢个前面呢个都系要打噶系嘛？最大双打，诶唔系单打，地震。哇！黐线咩架火之鸡，肯定系偷翻嚟嗰粒嘢系。偷人哋嗰啲训练噶，哎你要死啦咁样，双岩崩定地震咧？呢度地震就十死，哎，不如地震啦吓，鲤鱼龙地震，哇嘿，咁都唔使死，个 boss 好多拉真，好完啦啩，好搞掂，得呢个咩啊？啊，咪有孤陋楼喺度嘅，孤陋楼咪佢嗰只，即系佢帮佢保护住啊嘛。照旧啦，班加拉换走鲤鱼龙，再加地震，永远都系呢个强劲、超强势嘅战术啊。好，一个岩兵应该砸死两件。啊 ，OK， 砸死两件啊。攀瀑布再加岩兵啦，系都唔使点样拣。哇，我只鲤鱼龙痛到咧，系就要食药啦，各位。呢个时候咧就系可以用药啦。但我冇买药啊，好似冇喎，汽水都冇喎，真系冇，真系冇买药，得啲小补啫喎，哦，唔紧要啦，可以照大，唔系有全满，但系冇其他。OK， 唔紧要啊，应该都 OK 嘅。翻噶啦一只，哇顶，仲剧毒咪傻咗啊！仲用剧，哇，即出嚟即刻 mega 咗嘅，点解？二 set 技，原来用二 set 技，所以特登 mega 咗自己啊 ，buff 咗自己，一阵要出去回个血先喎，有啲血倒水咁扣用命咗嘅时候，不过你都可以试下嘅，但唔系喎。翻个拉啊，冇事冇事，个天气仲喺度，我哋可以照用龙头嚟踩。如果你早啲嚟一分钟就好咯，已经将我需要嘅嘢攞到手啦，接下来就开始召唤。好，二话不说咁样同我打系嘛？我明白你想攞翻你个 mega 石系嘛？冇咁讲过，唔想拎个 mega 石。哇，急冻干线，我瞓得滞。比如龙，龙母，哎呀，输添要，就系输咗只翻个拉度。反射壁，灵魂冲击，光墙，愤怒门啊！
象征了。OK， 呢只催眠得冇事，教父眼蛙，神通力啦，神通力啦，不过其实唔应该，因为佢而家沙尘暴咧，佢而家嗰个特防系高啲，嗱我哋照用啦水炮，啊冇击中水炮，水炮 ，OK。 呢只的话，你用轮枪啦，又冇鬼火，哦输啦要，要输，灵魂冲击，冇咯，唔够打，可惜地，因为冇药啦，有药应该赢到，但系真系冇药咧，会唔到血啊，我哋去买药先依家，即刻扫下啲药先，药应该呢一层有啦，系啦，但系好似好贵咁嘅，应该还可以，树果汁喎又。 啊！哇！呢个鲜奶500蚊100血，其实都系差唔多。呢个树果汁我记得咧，佢系可以，你如果带上啲精灵到咧，佢系可以用嘅。咁点解我会记得呢？就因为之前咧，曾经喺呢一个 Pokemon Mode 度咧，打过一个比赛咧，就系一啲小型，即系一啲低咧重嘅一啲嘅比赛啦。咁嗰啲锦标赛咧系唔俾带药噶啦。咁但系咧个树果系出奇地好用嘅，系啊，出奇地好用。 因为虽然佢回咧回得唔多啦，可能得20啦，但系对于一啲细只嘅虫嚟讲咧，甚至低呢嘅虫嚟讲，已经系一个好高嘅一个血量，系啦。所以我有呢一个印象啦。咦，又要打我 ？OK， 啊，系啦，各位，第一步要做嘅就系呢一样嘢，之后我直接换做龙头地鼠。诶，有小运星喎，好试试啦，我哋。好，咁啊，第一只黏尾龙，黏尾龙系应该系打死我，但系唔紧要，我哋剑舞先嚟。 跟住地震，即刻换呢只，咁但系唔会啱啫。至少起码喐几弯先呢度。音波龙啊，岩崩，哇，部有击中。Why？ 岩崩唔系100% 命中嘅，长毛巨蟒，反射壁，灵魂冲击，可以光墙，仲可以开个光墙添喺度。 鲤鱼龙的话好似都唔太得喎，鲤鱼龙啊，鲤鱼龙都OK，但唔系好似有电技，我都醒起有电技，但唔紧要，我哋有长嘅关系啊。呢只啊，咬碎 ，OK， 应该就系暴泳员会出嚟啦，因为降攻击啊，同埋佢会用 mega 啦，我哋弹跳。 暂死，但唔紧要，对面用咗呢一个嘅龙鳞啊，咁所以就，诶唔系，啊系龙爪嚟啊，唔紧要，靠谱系嘛，水炮，啊孤老老完啦，轮枪，轮枪，啊系喎，佢抗隔音啊，神通力，会赢到我话15咧，咩假手环，好，我俾翻你啊，但作为条件，希望你听我嘅计划。 唔系话希加拿，连你都输咗，连伊维欧嘅龙系精灵，唔系连四天王都打赢咩？竟然连呢个靓仔咧都冇办法击败，我哋咧玩完噶啦，我哋嘅团，哇，嗰两个兵仔啊，咁乱到带风向，圣月咧逐渐被带唔到，咪可能压制嗰啲嘅真活力啦，点搞啊？孤陋陋，孤陋陋要进化啦，系咪？应该唔会进化。哦，呢个咩嚟噶？火岩队嘅全部嗰啲 mega 石啊，啊喺晒度啊，犀利喎！希加拿你。 我只孤陋陋见一瞬间就抢晒啲嘢，神神火岩队你计划失败啦！呢个联盟已经包围晒成个瀑布啦，前任冠军就只有你咧，同我都唔敢抢，好遗憾啊！对我手下留情，我嘅精灵咧仲有体力，我而家要去召唤烈空座啦，我嘅使命已经完成啦，所以唔好介意咧，我饶恕自己，但系真心希望你跟住我，而家要出发去到呢个天柱啊！如果你唔知喺边，问下你屋企嘅前任冠军咧，佢会知道噶啦。啊，原来系咁啊！ 佢古代流星之民嘅后裔，嗰个系少数咧继承咗古代真言知识嘅民族，就好似流利之民嘅后裔米可利一样，都系继承咗古代知识嘅少数民族之一。所以米可利咧先可以打开天柱嘅门同机关，究竟你嘅目的系咩？或者前面嘅屋就知啦。窥探一切嘅一个知识，流星神庙啊，先。哦，呢个姐姐，哎，有啲咁嘅人喺度啊！ 唉，可怜嘅沙漠蜻蜓啊！逐渐咧就对精灵咧好严格，样貌咧越接近真龙就越有高嘅地位，就啲鸟啊啲咩有啲地位永远最低咩蜻蜓。
我族嘅交通工具待遇啊，系啦，年轻人参观埋参观，千祈唔好入我哋后面嗰个冰洞窟啊！龙族半岛咧建造嘅冰洞窟拥有咧呢个深远嘅怨气，所以封印你嚟啊，凄惨嘅沙漠蜻蜓啊！啊，样貌接近真龙就越有越高嘅地位，而像鸟呢啲咧，清定呢啲异食嘅龙族咧，永远最低地位，真系惨。 照顾我哋咧，成全住各种古老嘅技能，呢叫古老之歌咧，据说系只有某只漂亮嘅精灵先识嘅。漂亮之歌系咪梅洛埃塔咧？水马王，水马王嘅技啊，呢个系。你问希加拿，问希加拿咧，代代相传流星之吻后裔，咩噶？进化嘅知识同真谛呢一个门咧，由烈空座建造嘅真言。 好耐以前咧，流星之吻咧预示咗1000年后将会冲击世界啊！嗰个陨石定咩？于是建立咗天空之柱，召唤烈空座，并喺墙度咧画咗壁画，计划咧召唤烈空座咧保护。荒野地区以前咧一而再，再而三遭到呢一个嘅灾难，遭到巨大陨石啊！又面临超古代精灵战争火球，每一次都系咧烈空座都会将我哋从悲伤中呢拯救。 有一位咧被选咗古代真意嘅传承者站喺呢一个红光四日嘅巨石，向烈空座祈祷，烈空座嘅身体就会被光辉笼罩。随之变成另一个形态，变身过嘅烈空座咧力量更加惊人，将陨石一瞬间消灭。力量甚至超越咗咧超古代嘅精灵。冇错，就好似咩噶进化传承者继承咗咧灾难降临嘅时候咧，点样召唤烈空座知识嘅人啊？希加拿就系呢一个啦。佢一直咧用自己方法都冇。 想办法咧，设法令烈空座觉醒，为咗唤醒咧不惜嘅火蜒队，参加唤醒超古代精灵组织，借此契机咧先可以唤醒到。如今希加拿已经完成啦，因为烈空座被唤醒啊，所以咧将呢个超古代嘅卷轴攞走，正准备去天柱召唤烈空座嚟阻止陨石。你眼神唔通真系你召唤咗佢嘅？啊，拯救咗福瑞嘅孩子啊！喺呢个后裔嘅帮助下，打开天柱，令佢咧成功唤醒咗烈空座。好啦，而家快啲追啦！ 或者呢一切都系命中注定，佢做法究竟系对系错都唔知。啊，如果系为咗拯救世界或者系唔坏嘅牺牲，睇过系你，或者可以改变到佢做法，我一送你过去。三河清零送我，我未睇最后嗰个喎。我哋成日飞翻翻去睇下先。宇宙陨石啊，呢粒嘢我都未拎，点可以走啊？呢一度队伍中没有陀有其子，有剧情。 呢度咩？喂，龙系精灵，芝麻绿沙，哇！呢度有多多兵喺度，呢度系星呢地方嚟噶嘛？又有个冰洞窟嘅，定系有咧？睇下先，呢度入唔得噶？咦，入得，真醒目，黑古龙好多龙系喎，龙之石板，呢个入面唔入得啦系嘛？我哋开个任务。 入到去啊，好似入到喎，入到入到入到，呢个咩噶？龙族嘅禁地，即刻行入去啦。气坑冰原，古老嘅文字，但唔会太久远，仲识睇。当测试清了Mega进化，竟然发现到佢有妖精属性，长老即刻咧怀疑拥有同样异性嘅三个精灵家族，迅速封印咗上面完成嘅 Mega 石制造，并且将佢永久封印，再对于龙族嚟讲嘅地狱。三漠清零式 Mega 进化各位，呢啲咁嘅龙族支持定咩？三漠清零系，咦？呢条路看来系最终兵器三漠清零嘅 Mega 石，唔通系？好，终于去到啦，好辛苦，好辛苦，要过去到呢度，好啊，嚟啦！ 估唔到咁寒冷嘅地方，仲有份列斯嚟到，我就系咧远到丰原地区此地咧修炼，为咗激发我哋嘅关东联盟冠军龙使者道，冇错，我就系科拿。嗰度冰族性咧冇人能够咧出自我右啊，冰族对手招式咧强而有力，一眼被冻住，你嘅精灵冇办法动弹啊，同我对峙系你难得嘅机会。好在都系60几咧，啲几惊好劲。Mega 哇！吹唔知猛劍即刻中咗，我醒咗啦！喂，即刻瞓翻，醒，做之用，哎呀，大祸啦，大祸啦，大祸啦，真系～
水炮，点解会咁噶？我虽然买咗，但我冇买重新喎。我有几多重新？我得好少咗，我记得好似。就要龙头地先要醒翻先啦，第一个，跟住俾鲤鱼龙，有呢两只就够啦。 巴拉都唔使咁快急住咩噶，我哋照用呢只先都得，其实。转一转先，夹盘吗？打雷，龙头地鼠，岩崩。冇击中，虽然击中咗，我唔觉得会死啊，但系你击中下，哎呀，又冇击中啊，大佬，唔好咁啦。得，又中到，咬碎。 得佢冇击中今次，咬碎 ，nice， 穿三波，尖攻，得，我哋，哎系喎冇咗咩，唔紧要我哋照打赢嘅，地震，冰针，哇呢只真系冰针啦，啊冇事冇事，夹破人蛙，神通力。 神通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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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搞掂！睇少咗你啊，睇嚟咧，我要咧好好审视自己。我都要翻喺咧冰冻岛呢度咧，并唔系寒冰训练师理想嘅地方。甚至有啲幽灵精灵，我都冇骨悚然，系就再见啦。好，我哋呢一个系被封印嘅沙漠精灵爆咗强大力量。哇，色鬼嘅沙漠精灵，呢一只就系被封印嘅啊！ 啊！你有什么怪力量，竟然冇办法捕捉你？龙母，炒闹，贪木宝，秒咗。远古嘅沙漠精灵咧，消磨留一个闪耀嘅石头 ，mega 石，真系，我仲有一捉添咁样，唉，可惜。呢一粒咧就系沙漠精灵 mega 石啦。咁唔知我会唔会用？老实讲，系啊。虽然我都几好奇，睇下呢一个，喂，我出唔到去，死啦，我出唔到去添，啊，唔系得。 我都好奇究竟佢系咩样咧，甚至嗰个能力值系点样啦。等迟啲我睇下，呢度冇沙漠蜻蜓，一系睇下咯。因为呢度话晒都系龙族嘅洞穴咧，好大机会有沙漠蜻蜓喺呢度。睇嚟冇喎呢度。好啦，咁唔紧要啦。啊，我哋出翻去啦，然之后咧我哋就要去天空之柱嗰度咧去揾阿希加娜去到继续剧情啦。冇阻出嚟啊，收件老将。 我已经以为棘住咗喺呢度，棘死咗，卡住呢个。OK， 呢度系咪要踩单车啊？小隐星，哇，改过嚟嘅个地图，啊，改过嚟个地图，睇睇啦，成个地图改晒喎。 咁蟹唔冇嘅实力咩？哎，哇呢、這个，哇超难喎，超难喎，有啲难度啊呢、這个，系啊，喺呢度玩呢，其实都几难啊，因为呢，因为大家可能習慣咗加速呢，吓，一唔加速呢，就会好。 浑身不对劲啊，各位，好啦，咁但系咧时间差唔多，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今集嘅《救命老师》玩咗咁多先，我哋下集继续，再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